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 TFBOYS。2017年我最大的喜事呢，就是顺顺利利考上了大学，然后开始了自己18岁的旅程。2017我最大的喜事是出了歌、拍了戏，然后成立了基金会。谢谢。2017年我最大的喜事是又长大了一岁。你的喜事是什么呢？快来分享吧。我们在湖南卫视为全球华侨华人春晚打 call。大年初一19:30，等你来打 call 哦。